早上发光的装饰品很好认，我弹。哦，哎呦，正面吃球。欢迎来到小口巨好的悠哉哉师傅 Tester， 好久没有做这个系列了。总之就是呢，因为专题逼近，所以这个部分就做得特别慢。然后最近我终于完成了我之前的承诺，哼哼，要做一个这种可爱的生物来帮我测试技能，所以这个是小黑，黑曜石小黑，所以看到这个颜色就知道它就是暗属性的。造型是参考那个符文工厂系列的那个精英怪级的精灵，对，它有非常独特的放招动作，然后那个外观也是参考那个符文工厂的。150点生命值，抗性还没调整，所以是未确认的抗性。Hello， 四灯笼被狂揍了好几下。正面吃球，这个只要闪开就没事了。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，还是蛮强的。好，来认真打喽，拿铁剑吧，防御我也蛮高的吧，现在这个程度，算是一般中级的程度。然后有一堆补药。十分钟的生命恢复，或十秒钟而已，十秒钟生命恢复，开弹啦！哎，是不是要那个 BGM？ 对，应该弄个 BGM 给他呗，专属 BGM。好，我去设定一下他的 BGM 功能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好啦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好了，我把等级一等的 BGM 给它挂上去了，这样应该它就可以播一等的 BGM 了。试试看，哎、欸、，reload 好了没？哦 ，reload， 有点卡了，不会吧？那么快就有点卡了 ，reload 两次，来喽。没有，奇怪了，难道是那个吗？卡状态，对，可能卡状态了。我看一下，一般来说是因为模式开来开去才会卡状态了。看一下，我通常死一次就会恢复了。嗯，有没有道具啊？没有啊，那就在这里，因为这个也可以。刷状态，嗯，有了不见，好像不太好听。为什么等级一的 BGM 是这首？换一首好了。那等级二 BGM 是哪一首呢？
等级二的 BGM，就等级一的 BGM 好像是通常是用在那个谁啊，那个天然怪那种有点压迫感的小怪的程度吧。那等级二的 BGM 我记得应该就是和那个，对，跟元素精灵一样的，那就这首好了。这首看起来比较，听起来比较活泼啊，应该比较适合这种感觉很活泼的小 boss。虽然他只是精英怪，嗯，突力战斗，哎呦呦呦！补个血，又大招，闪一下就没事了。哦，背后来袭！知道痛。哎呦，小刀！不行哎，感觉近战超吃亏的，除非能打出硬直，不然近战超吃亏的，近战被虐爆了，而且还有点那个。Hello。那我手上这么低也只有二，我拿铁剑，那就二。0.83。挣脱了！哎呦！痛啊！哦，正面！哦呦！一堆小球，闪一下，闪一下，挣脱！哎呦！耶！刚好 BGM 结束，我被打倒了。难得多，那现在打掉多少血了啊？那法式超明显的，看一下，哇，还差得远。我换个武器应该就比较不会那么累了。对，那我换个武器吧，远程跟他打应该就没问题了。不过他应该帮他回个血，这可以帮他回血吗？好像不行，没办法帮他回血，那就帮他刷新一下。并消失了，好，刷新了。一点伤害也没有，马上就打出比我刚才多的伤害值，应该吧？哦哟，挣脱！哎，等一下，我发现血不够了。Oh my god！
因为那个中立球啊，还是要注意一下，不能探刀哦。刚算第二轮十一次啊，捡块钱。Hello， 哎呦，我继续贴脸吃的。他应该快解决了吧？感觉他已经吃很多次剑了。哎呦，有解决了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其实也没有很强，就一个精英怪的感觉。说没有很强，我还是被打倒一次了。有点强，嗯。那要到外面打看看吗？水晶先关掉，去外面打看看。外面打的话，他那招重力球应该就会被受限的，因为重力球碰到东西就会炸开嘛，所以如果外面空间比较狭窄，他就不能这样丢来丢去了。去弄天打吧，去天地打。欸，可是去天地打就真的不能死啊，死掉的话跑很远可以跑回来啊。管理者切换成普通玩家。OK， 谁啊？谁丢火球啊？谁啊？谁丢火球啊 ？OK， 确定是普通玩家。南瓜正在欺负僵尸。我滑鼠右键好像快坏了，常常有时候拉弓拉不到一半就会弹出去。Hello。哦呦，在闹！嘿嘿嘿，别！我就说我滑鼠右键快坏了。南瓜头，目标不是你，目标是那个小黑的。我小黑看到了，小黑在这儿，头上发光的装饰品很好认，不弹。哎。暗之触手，哎呀呀，还是有点危险哎。哎，我天，哦，痛啊，上不来了哈。对呀，哦，闪一下，要往那闪，嘿嘿嘿，嘿，补个血，嘿，我的天哪，乱七八糟！哎呦，哎，哎呦呀，我的天！快闪，快闪，快闪！老旧的布条，快天亮了！拉力拉力，致命的陷力。好，打倒了。那大概就像这样子就可以打赢了。嗯，对啊，
只要拿远攻打，其实拿远攻打就不用贪心了啊，就跟他拉开距离，保持距离就是制胜的关键。好，那么以上这个悠哉哉私服，我是改成测试的嘛，悠哉哉私服测试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嘿，嘿。